今仔日我也把这个方法非常具体讲出来咯，将用予大家啊。你修净宗，你求生净土，咱来甲阿弥陀佛融成一体啊。我的心是阿弥陀佛的心，我的心是阿弥陀佛的心，我的念是阿弥陀佛的念，念念不离阿弥陀佛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。世尊所为，这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咱甲这心一处啊，就是阿弥陀佛，一句圣号。啊，我都将心这在一处咧，什么代志拢解决了。一生的学习，就是这部经。常常啊，念这部经，初学的人读诵，把这部经念上一千遍，一般就会当越念咯。也未当越念，就搁念一千遍。三千遍、四千遍，我过去捌拄到一个人，伊念了六千遍啦，会通越念咯。有决心吗？啊，一天念五遍。今年啊，都1500遍了，一连四年啊，这是啊，先改念背啊，一当背了后，就是又又来播，就是食物件同款，会当讲囫囵吞枣啊，又播是啥物？每天一个大境界看一段，细心去看，逐字逐句的内面有无量义啊，你就细品发味啊，才真正体会到古代的所讲的话，一点也都无假。细味哪有发味浓啊？真正试着发味咯，你连食饭困拢袂记得咯。家己的精神体力饱满，真正是上生欢喜心吗？啊，欢喜是家己的受用，同时也欢喜教别人。这都是用家己的法喜，用家己的法味，供养众生啊。
是吧？对，唔通贪追，贪追麻烦就来咯。为什么呢？障碍现前啊，贪追你就退转咯。啊，一门深入，你就会退转咯。